咁咧，今日我難得有機會咧，再次同 Sandy 有個合作機會嘅。咁我翻去轉頭，可能一陣間 Mandy 可以再同你分享多少少，就係其實 Sandy 同 Range Rover 都有一啲咧淵源㗎，即係先知1969年，大家都有同一個 innovation 嘅 idea。我咧做咗一個咧自己 brand 裏邊咧好出名嘅新 product。咁 Sandy 咧一隻好靚嘅表啦。Range Rover 一架好有 heritage， 到今日咧都係 top of the range 嘅一架 SUV。Land Rover 咧有一個淵源，就係1969年嘅時候咧，Land Rover 就已經係launch 咗 discover 咗佢嗰個新嘅系列 Range Rover 啦，而 Scenic 就係嗰個新嘅 movement 啦 ，El Camaro movement 啦。咁啊，真力士已經有150周年嘅歷史噶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好開心咧，其實有依一隻嘅新嘅 Velar 嘅 special editions， 咁就係200隻限量嘅。咁啊，有一隻 sample